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履行昨天的承诺，咱们今天切这一块会卡的这个全部料，咱们再来温习一下它这个皮革表现啊。这里是一条大色带啊，是一条冰果绿的一条大色带。 从皮革上面看，这是一个堵那个正边的一个料子啊，看一下这个色具体有没有进去。那咱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料子，全堵料，一个墨烷基的，这是一个堵色料的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它这里是有色的表现，就是不是很明显，这个色的表现看得清吗？看得到一点点哈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我跟咱们一个粉丝两个人的，然后为了保守起见。 咱们这一个先给它擦窗以后，咱们再给它看一下能不能切，先把窗擦出来啊。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啊，因为等一下还有好多料要切，我就是这样安排的。咱们两个料子同时进行，这一个上那个油锯，因为个头比较大，咱们这一个就直接先开窗啊。咱们话不多讲，把那个马哥叫一下过来，好，一起过去。那么因为时间比较紧张，咱们就直接开切吧。 然后这个咱们就开窗，行吧。来，我们现在两个料子同时进行啊，这个料子上油锯，这个料子咱们师傅就直接开始开窗，现在已经在准备这一些开窗的这些那个步骤了啊。因为开窗它也是一个技术活，然后这边咱们还是由咱们这个马哥亲自操刀啊。今天要不要涨啊？必须得涨啊，这么长的袖带。行吧，那咱们今天就那个预祝我们大涨啊。 这一个料开窗注意一点的啊，先开一点点。咱们开的保守一点。咱们这一个墨烷基的这一个色料啊，主色料的，咱们也是利用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啊，擦窗一点一点擦啊。如果擦得好，咱们后一步再说啊。因为如果说直接这样开切的话，风险性会比较大一点啊。这样的话就比较保守一点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给我又倒垮了一个。 我现在已经刮不起了，我最近刮了好多料子啊，甚至有一点点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地方有表现的，这个一点点表现，这个料子也是咱们大万数拿下来的。开切吧，直接开切吧。来，聚集一下黄金万两，你看，镜头拉过来。好，看到色了，涨了。 已经有色了，已经有色了是吧？已经有色了是吧？还不要这么快下定论，因为是大万拿下来的料子，已经有色了，没用。那现在看，我再扒深一点看看。这手不要抖啊！能不抖吗？好像还可以啊，色是爆了色啊，色已经爆色了，兄弟们。 已经爆色了，开出色来了。你看它这个倒了一个什么种水？里面已经化了。那里面没有。哇，看到里面没有。好，继续扩张。里面已经开始化了。你继续跑吧，大胆的多装吧。没事，最近我已经垮习惯了，反正再开垮也无所谓了。真的，对我来说，这个东西已经成了日常了。Later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看看那个料子现在怎么样？怎么？哎，马哥，还在玩吗？看看料子，时间到了。 四十多分钟了，看一下，怎么样了？垮了，什么？垮掉了，垮掉了，啊！我垮了，可以打电话了。你能不能带点好的消息呢？就是垮了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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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知你的队友们了。晚上我要请吃饭了，喝酒都请吃饭。来吧，我靠，晚上请吃饭，请吃啥好的？ 随便挑，绿绿随便挑，那个杀猪宰羊是必须的嘛。你这个料子比我上次那小的还好啊！冰养绿嘛，这个正宗的冰养绿了嘛。然后这是谁？这一整块都是拉出的了。哎呀，你胆子好大了，你开这么大的庄啊！我看着好，我就继续开。搂不住，搂不住的，还能开，还有色，里面还有色跟在。 哦，这一个大的多少蛋？你给我估一下价多少钱？这个，就是这鸽子蛋了，鹅蛋都有了，鹅蛋都有了。这个是多少啊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拿着，我来看看我这八位数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等一下晚上几个？来，来，你看，哇，有色了，整差一点，色很多，全是棉的，看一下那个，哦，紧张，他就搁那边一个样。我操，这边。
变化，我看一下。咸里面有能打断的，有那个黑咸。咱们按那个28.5收过来的价格，肯定是打的。那看到那个，看这个没法换的，这个肯定是换的。肚子也挺粗啊，肚子也好粗，总也差了一点。你看这边全，这边全是白肉，寡是寡的，但是价值还是有，但是价值不高了，这个价值就不高了。看那个吧，哎，哎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到里面去看，到里面。100个都不如这个。来，小心快点快点。吃烤乳猪。整个绿衣随便你选。绿衣随便你选。烤乳猪随便你选。哇，漂亮。这开出这个就烤了个卤猪啊。增加。还可以开，还可以开。还有机会开。慢慢开嘛，明天再开。不是，今天等一下我打电话给咱们那个粉丝说要不要直接开战。哎，也可以。我跟他商量一下。是吧，这样的话肯定是开大场了嘛。他还没有那个漏底吗？没有漏底的迹象，他还可以往边上扩。你就说现在两桶多少，问他还要不要。慢慢把这么大的鸡蛋啊，慢慢把皮去一点嘛。这么大的鸡蛋呢，淡你一点，淡你一点。我有点激动激动啊。淡你一点。一直以来天天都是寡，今天终于让我逮到了一个机会。我操，行了，等一下我打电话给粉丝沟通一下，晚上我请客，这一顿必须的，我请客，把那个公司啊、分公司那些加工师傅全部叫过来。OK， 这一顿不够了，两顿三顿都可以嘛。像这个六位数的料子，我垮两个月都不愁了，三个月半年都不愁了。就那几里头，就现在那个脚上都值这个是8位数了。OK， 就这样。